嘿，朋友们，你们看到，发现了什么神奇的花朵？我记得他们说，一个朋友说这叫啥？素萝卜花，萝卜，哼，普通话有点不标准啊。但是我觉得它好好看呢，这个花纹。然后我们朝这里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这里还有一朵。都不好拿手机的呢，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好看。认输了是吧？这个花，朋友们，以后你们看到千万不要碰它，因为你一碰它就会把花掉了，稍微的一碰一下就。